Hello, Vogue 的朋友们，我是 Mel。等一下下午呢，我就要出发去看 Gucci 的 Fashion Show 了，现在正在准备当中。Come on in。来，Show me love Gucci。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盒子，我也是第一次打开。里面有我这一次的秀名 Gucci and Cora，然后一个金属的，很像手链这样子，应该是可以戴进场当就是个 invitation。我来看一下，就是黑胶唱片里面有没有隐藏一些线索。那它这边呢，就是写 Show me love，然后 Mother's favorite child。我在猜是不是应该跟他就是个人的一些故事，可能应该蛮有连接的。妆的部分当然就是有很棒的化妆师，就是他来去帮我设计这一次看到整个造型的 look，然后去整体怎么去搭配。但我觉得妆感应该还是会比较稍微的帅气一点吧。放一下音乐，然后自己心情放松。我皮肤就是真的比较干一点点，面膜这个部分就是真的蛮重要的。随时随地就是在飞机上，其实我也会敷脸，就是要 always be hydrated。精华油其实大家都会有个错觉，觉得它其实会让肌肤就是出更多的痘痘。但我觉得就是要挑选适合自己的油，它其实是格外的保护。今天对我的小女儿，就是她先去打那个打预防针，对，所以有看到很可爱的影片，就是看到她就是，表情很痛苦的在哭哭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身为妈妈，我觉得其实蛮可爱的。然后看到她在哭的时候，反而觉得还蛮好笑的。我觉得我们都是蛮个性独立的，然后也蛮热爱，就是有自己的一些空间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女儿好像完全没有分离焦虑。她就是我要出门喽，然后她就说好哦，拜拜，这样子就是很开心的，就是送我出门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是视讯的时候，她也会说记得要买礼物哦，对。这边呢就是我的休息睡觉的区域，然后把所有的包款呢都 lay it out，等一下呢就可以很好的选择包包去看 show。那我现在时间有点紧逼，所以我赶快要去准备喽。秀的 look，对，这个就是一个风衣的 baby doll dress，然后我想说整体想要中性一点点，所以搭配了一个半透明的裤袜，然后就是选了这个很帅气的眼镜来去做搭配的单品，然后这是 Horsebit 的包包，非常的经典，好看有型。看 show 就是手机一定要，然后要捕捉就是精彩的画面，然后我很怕嘴唇就是很干的状况，所以就是一定要有 lip balm，然后好像小镜子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立刻去看 show 吧，Let's go。拜拜，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准备这场秀，拜拜。